要不是帅哥拍不来，马上进行我们的广告现场。今天邀请到这位是歌坛的一位玉女红星，不过她的玉女已经当了十几年，就是，但是呢，基本上还是一位玉女红星，因为毕竟还没结婚。不过很多小朋友来信呢，就像希望胡瓜叔叔能替他们呢请教他们几个问题。今天先邀请她到现场，一代欢迎飞耀的羚羊杨羚小姐。你好，你好，依然那么清纯可爱，马上小朋友献花，小男士献花，啊，瓜子哥各位亲一些，哦，当然可以，来来，你是要亲谁？亲，哦，那你要讲亲杨，你不是胡瓜哥哥，我不可以亲一下，啊，这个我想不是我爸爸，为什么呢？这个要征得我们杨林的同意啦，因为我是节目主持人，他是问我，我在转达一下，杨林的个人意思呢，他是您的歌迷嘛。 我想你们年纪应该是相差不少啊。这样子，问现场的观众好不好？可不可以呢？可以。你们是同一国的。名谢赐票。那怎么办呢？我们现在投票嘛，是亲嘴的请举手。拜托。好，我们现在民主时代带民意代表嘛，刚刚一看呢，大概有40几票，赞成清廉的请举手。拜托。80几票，我们就决定清廉了。哎，怎么样，逃过一劫嘛？是不是主持人会替你化解？现在赞成胡瓜叔叔亲杨林的，请举手。200多票。杨林啊，这个是飞耀的羚羊杨林，其实我认识他很多年了，从以前差不多七八年、十年了，开始作秀的时候我就看到他。 一直到现在也没什么多大的改变。不过刚刚我想说，很多歌迷啊、年轻朋友希望我有机会碰到你，问你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因为我们一直都在讨论杨林站的姿势，一直这么多年都没改过。这个姿势代表着什么呢？没有，其实也没有特别的意思。我觉得女孩子站在舞台上，你两腿张开也不好看，立正站好也觉得。没有人站会站张开啊，那是男生会这样。那女生也被女生来的规规矩矩这样站，为什么一定要站这样？我觉得这样子的姿势。 很容易倒一推的啊！其实这姿势是芭蕾当中的其中的一个姿势，我觉得女孩子这样站，感觉整个身材的感觉会比较好看，在镜头上比较修长的感觉。不是，有好多用处啦。第一个就是我们经常常常会看一些男生或女生会抓痒，很难看。这个皮肤敏感都会有的，比如我们这样站着要抓，很难看。这样对不对？就很难看嘛，对不对？但是他这样站的话呢，他如果痒的话。 比较方便。不过杨林这么多年来呢，就用情歌来给大家欣赏。但是他一直的感情世界，大家都要探讨。他到现在好像都好像没有碰到要好的男朋友哈。啊？听说你最近很热衷棒球啊？没有啊，谁说？是不是？没有啊。我常看你去看棒球啊？没有，我都在家里看电视。哦，就在家里。钻石舞台。金曲龙虎棒球。钻石舞台有打棒球啊？ 我们只有打躲避球啊，哎，不过上次我们明星配对观众投好像这个投票好像投都是给你陈奕迅嘛，陈奕迅跟你真的很假素配啦，陈奕迅又高又帅，对，速度又快，球速多快，哎，怎么样？这个最近有没有跟他来往？没有啊。听说陈奕迅这个好像到你家就直接叫岳父岳母了。 乱讲没有了，我们见面大部分都是因为民生报嘛。好好，要不然是综艺节目。是，那私底下真的没有什么感情吗？没有啊。不过杨林这个他私底下透露，他这一辈子不会结婚，是真的。他是他自己讲的。我没有这样讲啊，如果有很好的对象的话。好的对象是什么样对象啊？体格健壮，像陈奕迅体格健壮不？对，其实不要太矮就可以了。 我要求真的不多，真的。对啊，你就当然像小亮哥这么矮是不行的。广告也没拍呢。广告前一阵子差点借一个沐浴乳。沐浴乳啊，因为可是问题是他希望我能够裸背、裸上半身，我觉得。这个就太要求过分了。对对对对对。是不是？那我们一起拍好了嘛。你叫我去拍就好。还没发育好不行。你这个还叫没发育好？其他的不都残废了？ 今天现场也拍跟职棒有关系，因为职棒马上开打了，啊，好不好？好，好，来，我们请我们现场的所有的参加的演员，请出列。来，
那杨玲问这位同学是，你叫什么名字？实践学院食品营养系。你叫什么名字？陈佩串。人家是兄弟像，你是姐妹猪啊？哪一队？姐妹猪队。姐妹猪队。哪一个学校？文化大学。文化大学啊，什么名字？刘奕群。刘奕群啊，好，你是演什么？陈奕迅。那你演杨林吗？叫什么名字？我叫黄玉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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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学校？景文工商专校国贸科。演什么？我演球。你演球啊？你演这么大的球啊？很羡慕哈。魏全虫。妹全场啊！东吴大学社会工作学系曾玉明，曾玉明啊，身体很壮啊哈！妹全场啊，什么学校？景文工商专校国贸科。主审啊，叫什么名字？李世佳。啊？谢飘。谢飘啊，李世佳，李世飘，哎，什么学校？台北工专。台北工专，来鼓励。好，来一杯。现在在这个棒球场，现在是妹全虫。好了，就这样了，来丢丢看，这样这样，来丢，丢好球，来快速自用。现在准备投出第一个球，来投，慢慢来，好球，这个球有点下坠。球有抖得那么厉害的、啊，哦，这个叫波浪球啊！再给我上个怕马怕我，来从头，来一杯，喂，哎嘛，投出，第一个就投，投是转，好，这是第一个好球，现在呢球又丢，捕手都还没丢，你就捕手要丢回去啊，来捕手把它丢回去。来，捕手把球传回投手，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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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不用手套接了。现在主审比出的是几好几坏，一好三坏。好，现在投出第四个关键球，因为这时候镜头拍到杨林给陈奕迅加油，加油，加油，阿信加油，阿信加油，还好，再投手投出第四个关键球，阿信赢得充满了信心，连球棒都拿错了，你拿不到去啊，你就像那。打棒球这样拿的、啊，左打哎、欸、哦，我第一次看人打球这样的，这样打，哎，来一杯，习惯，一杯，第四个球来一杯，看到，投手，第四个关键球，这时候陈奕迅挥棒，落空，糟糕，不小心打。是个界外球，界外球，但是插棒球，形成的主审形成的是，这么慢才判出来，两好三坏球，两好三坏球，这个是关键球，投手看到捕手的暗示，捕手打暗号，捕手打暗号，投手看不懂啊，好，现在看懂了，投出第最重要的关键球，投出这个球不是三振就是四坏球，嗨，啊，陈奕迅想挥棒已经太晚了，这时候陈奕迅非常沮丧。很难过的走出打击区，你那个好像白痴，哎，我知道很沮丧，沮丧啊，挥棒落空，棒子都垂下来，看到没有？会不会来？了解了解，挥棒落空，来一杯，球投出第四个球，第五个球，来投出啊，挥棒。落空啊，三振，很难过。非常难过。走出打击区。这时候呢杨宁呢看他很难过过来安慰他。你一空了杨宁。林宁然后就林宁。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他身上那个我一定啊。对我会。
你的肩膀让他这样靠一下就好了。李明，我对不起你。来呗，停了。你，我对不起你，太惨了。等一下，看看看，太惨了，你不能躲啊，那好像很难看，好像在闻什么。不要难过，不要难过，我自己抱我。哎呦，不，哎呦，还有眼泪嘞，哎呦！你真的不要难过，我帮你准备好了饮料。你们俩太厉害，从这边可以插到这里来，白纸插我啊！金曲牌运动饮料，喝了再上。咔！太烂了啦，这么快，太轻。哎呦，拿客栈给你了。哎呦，预备，开始，嘣！好，咔！第三镜头呢，我们现在棒球现场，棒球现场又轮到阿信上场打击，杨宁在场边加油，加油，加油！啊，他陈奕迅充满了自信，球棒又拿错了。啊，对了，好，要投出第一个球。我们以前从投出第一个球，这是阿信奋力一击，飞出去啊！恭喜！嗯，谢谢，哎，谢谢阿信。谢谢，谢我，谢我，上，字幕上，字幕上啊，讲。金曲运动饮料让你信心十足，喝了再上。哎，鼓励鼓励。